哇塞，好厉害啊！你们今天有多少是三文鱼？我看一下，啊，全部是在前排。你们几点来的？两点就来了。哇塞，谢谢谢谢，好暖心啊，好暖心啊。那我演唱会的票你们买没买啊？第一场在哪里啊？哎，太棒了，你们太棒了。那后续各个城市的票也马上要开了，你们多多关注好不好？多多支持。南京。接下来这首呢，新专辑的歌，其实都到了点歌环节。其实我之前有唱过，我今天带来两首歌，一首歌唱过，一首歌没唱过的。先唱一首，我觉得是要跟大家说，等一下呢，哎，你给我留点悬念嘛，你这样讲完了，我讲什么？就等一下呢，大家离场的时候呢，一定会人非常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怎么样？小心！完了，他们都知道我的套路了，不好用了。来，小心，送给你们。不像我自己，像片云被风吹着飞行，明明很想拥抱你，却总停留在原地。我还是要说爱你，才留下被动的自己，可爱会失重。相信我还是在爱你，在爱会更远的距离。
离开的时候小心，好不好？你要保护好嗓子哦，我演唱会的时候你还要喊嘞。什么？什么？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今天是首唱。然后呢，非常的适合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自然的、壮观的、美丽的环境，还有美丽的你们。在唱这首歌之前呢，想大概先。